原标题《翰墨飘香纪念毛泽东诞辰》125周年，12月19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毛体书法作品展在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会议中心开展，书法爱好者观展。书法作品红网时刻12月19日讯，见习记者李冰通讯员贺西燕翰墨飘香，诗词雅韵。今天上午，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毛体书法作品展在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会议中心开展，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前来观看。展览现场125幅毛泽东诗词作品，或大气磅礴直抒胸臆，或舒缓细腻娓娓道来，或俊秀飘逸轻灵洒脱，彰显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和魅力。本次展览为期2天，由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中共党总支文明办主办，旨在以毛体书法展的形式引导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缅怀一代伟人，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谋幸福高尚精神的永远怀念，同时弘扬书法优良传统，营造浓厚文化氛围，为改革发展增添正能量。作者李冰，贺西燕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